大龄女子入围最佳国语女歌手。带着儿子走红毯，彭佳慧难得在镜头前对妈妈说：“我爱你。”我很开心啊，这次可以跟妈妈见面。然后啊，我希望我妈在电视机前面为我加油。妈 ，I love you。原来在金曲奖前夕，母女两人早就破冰，解开39年的心结。彭佳慧将合照po在脸书上，表达对母亲的爱。因为其实虽然只有5岁，可是。那个印象，对，我没有办法理解妈妈怎么可以，对，为什么要走。18年前彭佳慧上节目寻人任务，因为小时候父亲过世，母亲改嫁，选择离开他的身边，让他久久难以释怀，更在节目中甩开母亲的手。成为3个孩子的母亲之后，彭佳慧才知道将心比心，体会到自己当母亲时的心情。她终于谅解了，主动前往台中牵起妈妈的手。她不愿意去改变，但我要改变。我希望妈妈接下来的日子是开心的，因为她开心了，我帮她解了这个结，我也是解掉了。彭佳慧苦熬20年，也当上金曲歌后。她打算在颁奖典礼之后，带着3个孩子见一见外婆，祖孙相认，共享天伦，也要妈妈以有她这个女儿为荣。记者谢文祥寻亲台报道。